迎着吃在全新的圣杯战争中取胜吧。岛屿由日本著名游戏厂商 The Games 公司开发，并由网易游戏正式代理的日式幻想题材公平竞技卡牌手游《影之师》今天宣布与剧场版《Fate Stay Night Heaven's Feel》联动活动正式开启。从即日起至6月27日活动期间，官方将会在游戏中为大家奉上各种活动与豪华福利。灾厄之树下的圣杯战争开战。此次联动选择了游戏原作中一条残酷黑暗的剧情线 Fate Stay Night Heaven's Feel， 而其中圣杯战争的故事风格与影之师中灾厄之树的真相与众人同虚幻之影展开战斗的剧情十分契合。那么作为同样有着自己使命的他们，又将会在游戏的联动中蹦出怎样的火花呢？ Fate 系列限定奖励参上。活动期间可通过多种方式获得 Fate 限定奖励，包括登录奖励，只要累计每天签到相应天数就可获得限定头像、限定卡杯以及时空转身卡包兑换券以及金币奖励。任务奖励，完成指定任务可获得特殊卡牌。充值奖励，各个渠道玩家只要活动期间累计充值518人民币档位，可获得 Fate 限定卡杯和时空转生卡包三。商城购买，可通过在商城购买的方式获得七大职业主战者皮肤，包含配套卡杯、头像及称号。这么丰厚的奖励，心动了吗？一定不要错过这次联动机会哦。影之师是由日本 SIGAMES 公司开发，网易代理的一款公平竞技卡牌手游。精美的日式幻想画风，创新的卡牌进化系统，八种职业自由选择，于1000枚精美的卡牌例会，上百位超人气日本顶级声优。马上下载体验影之师殿堂级别的视听盛宴。